这男的是什么意思？女的什么意思？设计师吗？是一对情侣。Anyone, a jump！ 我靠，这就上来，就这样跳了，完全都没有任何的，是吧？完全没有任何的难度。哎，我怎么躺下了？Jesus Christ！ 这怎么就突然加速了？一下就被切了好几块。我还在那边说很简单。我们再来，开始啊！二三，他到十就开始快了。六七八九十，这尼玛是激光跳绳！快了，快了，快了，快了！十九二二十，哎哦哦，哎，等等等等，啊啊呀！救命呀！救命呀！救命呀！三十了，突破三十了！来。下赌注，下赌注啊！哎，我跳过三尺就变成车了吗？说好的仙人掌呢？哦，跳过多少跳就会变是吗？哦，酷！哦，来来下赌注啊！认为喵姐能过二十的啊，请扣一啊；能过三十请扣二；能过四十请扣三啊！下注，下注，下注，下注！啊，下注，我看看你们谁对了啊！这个输的人要管赢的人叫爸爸，咱们就这么玩啊，不要玩不起，对不对？到时候你们谁输的话，就记得是吧，要主动给是吧赢的人扣爸爸啊，你是我爸呗。好了，我们开始啊，开始了啊，准备好了啊，扣一的是二十下一二十到三十。是吧？扣二的是三十到四十，扣三的是四十以上。准备好了吗？三、二、一 ，Action！ 哎，哎，等等啊，稳！啊！十五下。我管你们叫爸爸。这个二十以下不在赌注里面。哎呀好尴尬呀，没有赌注啊，这把不算，咱们重新来。从一到十的请扣一啊，二十区间的扣二，三十区间的扣三，四十区间的扣四，咱们分四个档次啊 ，A B C D 啊，输的人一定要管赢的人叫爸爸，我跟你们讲啊，啊，弹幕游戏，好，赌注到这里结束，我们准备好，三、二、一 ，Action！五七八九十十一十二十三十四十五十六十七十八十九二十二一二二二三二四二五二六二七二八二九三十二九二九二十九二十九二十九，扣一的扣三的扣四的请管，扣二的叫爸爸。我看打一的人不少啊，是吧？来，赶紧玩得起啊！赶紧玩得起的朋友不要玩不起，嗯，哎，扣二的人要很亲切的说“乖儿子”，你们这些坏人啊！对。
其实我们不应该这样，太吃亏了，我得一个一个叫。这样吧，你们猜数啊，你们猜数，就是恰到好的那个数，对吧？就是叫到，就是恰到好的那个人啊，你可以让我叫你什么都行啊，随便一个称呼，这样子比较有意思，就是猜准那个数，是吧？假如说你们都猜二十九，有五个人猜中二十九，我就点你的名念，对吧？然后你们再指定，这样呢就比较公平了，是不是？所以说你们就说一个数啊，我这边看看着点，来，五秒后结束投注啊，五、四、三、二、一、零，不行，必须当时卡住那个数。其实我应该在群里面搞一个投票，然后这个投票呢，我就从一直弄到三十。哦，那太麻烦了。天哪，三十个选项，万一我第一下就卡了呢，对吧？我们开始了啊，我大致知道是哪些数了，我一定要跳过四十给你们看看。三二一开始。不要转呐、啊。脸，你小屁孩叫老公，他不行，不能平辈儿。你这小孩子还叫老公，你这啊 ，M 萌鸭和咸鱼，嗯，小妹妹，这样子好吗？滨海大哥，是吧？小丁大哥啊，弟弟。小丁大哥，还有谁？爸爸，啊，起泽主泽主起爸爸，哎呀，笑死我了！好了，我差不多了吧？来，我们现在啊，第三局啊。不是我手残，这个游戏真的很难。再来一局啊，最后一局啊，咱们就换游戏了。老这一个游戏堵着没意思。我看啊，从现在开始，也是我发完弹幕，然后一分钟后结束啊。好了，开始报数吧。咻咻咻咻咻咻，怎么直播赚钱？直播不赚钱，赚什么钱？就为了和大家一起开心，没有之间呐，只能猜中那个数，二十一，还有猜十的呢，啊，第三把赌局我们要开始的，47 41 42 43 44 45 46 47，哈哈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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哈哎哎哎哎哎哎，小看我的，来来来来来来来，我估计没有一个人猜到四十六的，刷金币吧，还等什么？哎呀，真是这赢的太……我看看。真的好像没有四十六的吧，我看都是二十九三十一二十六的这种，还有十九的，还有猜我一的，还有十的，膨胀了我哟，哎呀，是吧？啊，猜
看弹幕的朋友啊，如果你猜中的话，是吧？请告诉喵姐，然后呢，并截图，是吧？然后呢，我可以在读评论的时候，啊，做出游戏承诺的事情。然后至于那个没猜中的朋友们呢，记得把你的硬币什么的都送一送。还来一局不行了，一共就三局，咱们赌不能是赌成性，知道吗？你们也没有那么多金币啊，对不对？我们就在这跟他绕圈圈就好了。我们拿一个东西啊，然后在那边扔那边去，没声。Nobody， 还有一个苹果和一个起司，那个苹果在那边。